收看东京桌球世界团体锦标赛的转播现场，我是秦玉婷。那今天继续为大家来送上女子四强淘汰赛，同样是东道主日本要在地主来迎战的是香港队的比赛。那在这一场比赛，为您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的教授、副教授朱昌勇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精彩的比赛。老师您好，玉婷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其实在前一天的转播就已经有看到日本哦，在整个八强的淘汰赛是打得非常的辛苦，击败荷兰哦。其实看到石川佳纯在抢下了第五点之后，也是泪洒球场啊。当然，在时隔一天之后，怎么样继续调整一下，再碰到的是香港队。其实我们知道香港队哦的一个实力，毕竟也非常靠近中国，而且双方的一个实力上的交流也是来得非常的多。对，应该来讲，香港队这几年的，尤其女子的成绩哈、哦。都是在世界前几名哈，那主要呢，他的教练团都是引用啊前大陆的这些好手哈，加上呢队中里面呢啊江华军呢哈，他早期是中国的这个省队的球员啊，那目前出场的呢另外一个选手李浩勤呢，是香港最近呢栽培出最年轻的一个也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手哈，那当然。香港队来讲呢，这场球赛呢，应该是靠江华军哦，看能不能拿两分哈、哦，其他两位球员拿一分，这样的话呢，大概就会赢日本队。但是，这个也非常难打了，因为日本队呢，毕竟呢，石川佳纯哦，昨天呢，能够在第五点能够这样的拿下队里的胜利哈、哦，真正的就是影响他全队的士气哈、哦。我想这一场球赛呢，除了石川佳纯。的这个表现要好之外呢，日本呢派出的第一个石原优香削球哈、哦，他打第一分等于是打两个点了哈、哦，所以对削球来讲应该很有信心的。那当然，在这一次日本跟香港推出来的点单哦，在香港的部分 A、B、C、D 一点是年轻的李浩勤，第二点是江华军，接下来也是第三点年轻的吴颖兰来压阵。那在日本的这边则是由削球手来担纲第一棒，石原优香，接下来石川佳纯，最后是平野早史香。比赛第一点正式开始。哇，第一分呢、哦，香港的石原优香的插网就过去哈、哦，哦对。开局哈，对日本队呢就是利多，哇，这个时候突然送一球，还没有讲完，说完就结束了哈。那我想对香港的李浩勤哈，这位攻击非常凌厉的这个选手哈，那你打削球呢，唯一的就是你要了解削球过来的旋转哈，哦，它是下线或者不旋转哈，这个要判断非常精准哈，你才能够做有效的进攻。那石原优香呢？哈、哦，一样哈、哦，他这个削球选手呢，啊，黑色这一面呢，就是所谓的颗粒啊、哦。那红色这一面哈、哦，一般都是正手这边哈、哦，它可以做一个削，可以做一个反拉，因为它是平面胶皮啊、哦，所以一般来讲哈，石原呢可以削中反攻哦，来突破李浩勤的打法。
哇，这个就是带有一点点旋转的拉球哈，当然影响李浩勤的进攻。当然，这一次把石原佑香排在打头阵来对李浩勤是绝对有他的用意哦。双方过去的国际赛六次的交手，通通都是石原获胜。对，那当然日本队的应该这个是整个排点上的顺序哦，早就已经很清楚的了解香港队排出的阵容。当然，李浩勤这位选手哈，在香港来讲是第二个主力了哈。那他尤其他正拍的拉球哦，是他主要的一个武器。那对上削球哈，你的拉球呢就不是猛拉哈，一定要了解球的哦旋转度哈，再做一个有效的进攻。哇，第一集的比赛可以看出呢，李浩勤呢还是打起来蛮清楚的哈。哇，这个是正拍，快要接近地面了，还是削过来。4-3，暂时一分领先的是画面下方的李浩勤。李浩勤的年纪也非常的年轻哦，今年21岁。哦，又是一个不旋转的来球哈，所以李浩勤呢，他把这个动作往上拉，就是判断是错误，他认为这个球应该是下线，结果是旋转度不够。想要马上来转正拍的一个强拉的攻击，对，这个是削球选手哈，会有突击的一个动作，但这个太勉强了哈。石原佑香这个球重心都已经偏掉了。目前我们在前一天看到这个石原佑香打里击哦，就可以看到其实他的一个攻击端的表现也不差劲。对对，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攻击好，赢的也是削球的里击。好，拉慢的。对，这个就李浩勤呢，在攻击的时候呢，有快有慢哦，那落点也要要求变化。好球！哇，这是一个下线哈，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啊，李浩勤呢，虽然呢在拼命的先做安全的拉球，就是等待一个重板的击球，但是削球选手就是很厉害，他就是削得很低啦，让你呢没办法有机会加重的一个攻击。哇，又是石原呢在远台呢轻轻的借力一个回拉。那这种球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它主要呢会，球是在旋转的啊，然后这个球回过来呢，也是带有一点点旋转哈。李浩勤呢出手的时机呢，可能要掌握得好。6-6，双方回到平手。好，攻完球又变削球。哇，这下再补一板哦。对你李浩勤你进攻呢？你稍微拉的球质量不足了，我可以削也可以攻击你，所以削球选手呢，他这个突然性的进攻基本上是会得分的。好球，两次的前冲式的拉球，当然掌握这个旋转呢，掌握得非常清楚。香港是继上一届的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之后，再度打进到了4强的比赛。那这两支队伍，日本跟香港，谁获胜，谁就要在冠军战对决中国。中国在稍早的比赛，男女队都是轻松的直落3点，晋级到最后的冠军战。那李浩勤呢？刚刚那一球呢，显得就是非常的。急躁哈，事实上打削球哈，我地上，我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应该是昆虫类的。昆虫类。对，所以马上场边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应该要哇！李浩勤看到都傻眼了，本来是想把他给赶走，结果这个裁判一脚就把他对，但是而且踩在里面了。李浩勤说不行，你在那边我怎么打？哇！案发现场就在那边哦。好，那场边的小插曲，对裁判一脚结束。
好球哦，邀请呢进攻之后哦，大概有前后的调动，追成了8-8的平手。当然，对一个削球选手哈，在后面这几球呢，有可能找机会就会反攻。哇，又是一个下线球哈。那第一集的比赛过程当中，李浩群呢对于旋转的判断哈，基本上尤其他颗粒打过来哈，有时候呢出界，有时候下旋，表示这个旋转的落差呢，还是捉不得不是很清楚。又想要做一板的一个强拉，其实石原优香，我给李浩群最大的压力就在这边，只要回头的质量一不够好，他马上就来起板进攻。在第一局里头，双方的比数9-9。对，那这个时候呢，由香港的李浩群发球哈，那一般来讲呢，对上削球选手呢，可以发一个极长球之后，就直接的第三板强攻，对，极长球。哎呀，又是旋转的判断错误哈。事实上呢，这个战术呢使用上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是还是要注意哈，石原的这种颗粒削过来的球呢，到底是产生什么样的变化？19，石原优香出现局末点。对，现在发短球了，好球，对，一个发长球结合一个发短球，哦，那尽量利用石原的这种移动之后呢产生的。好，重心让他尽管是削回来的球，也不要稳稳的可以站着好好的削。对对，应该要让他前后左右的移动。好，抢攻了，好球！这个削球选手厉害，就在这边。我平常不攻击你，但是紧要的关键时刻，我一定是突破性的，就是所谓的进攻。哦，这个一般你碰到削球选手，心里要有数啊。他们也不是只是一味的在防守球哦。11-10，石原再度有局末点。这球可惜哦，想要回头不转，但是也没有掌握住。11-11。好，回到就是由日本的石原优香发球，哦，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还会用他的发完球的第三板进攻。好，没有机会，继续削。哇，确实，拉削球哈，你要足够的体力呀，这个整个手背的力量呢，发出去比那个。对进攻选手应该要有更高的质量，只要这个质量没有加的话，其实刚刚很明显看到李浩群完全没办法掌握住这颗球。好，发短球。哎呀，日本的石原优香，我是看法是太急躁了，因为毕竟呢，李浩群进攻呢也不是说能够直接得分哈。那这种状况呢，削球选手要回到自己的本位，就是我是削球，这是我最厉害的哈，所以我就削过去，让李浩群产生压力。所以一个运动员哈，应该要很清楚哈，场上呢对你比较适合的打法。好，不急。哦，这个球很可惜哦，李浩群只要拉过去，石原是摆出反攻的架势哈，那基本上也有可能石原产生失误啊。所以13-12的比数，又是由石原这边先抢的局末点的机会。好，不急的反攻，就是拼命的削。哦。好，对了。好，又削回来。再削。相当多拍的一个来回大角度的起板攻击，找到了机会，也化解掉局末点，13-13。对，那从这一球的对抗呢，会发现李浩群呢要赢一颗球，打个10板的以上哦。当然也可以看出李浩群年轻的这种体力了。我现在就看他的一个耐性够不够。对，要耐性。
好球，李浩钦突然间呢接球的时候直接反拍的做一些摩擦，这一分拿下来非常关键哦，对李浩钦来说14-13，反倒是由他掌握到局末点，第一局到底能不能够顺势收下来。哇哇哇，果然哦，他投手的一个攻击势必是没有那么稳定了。15-13是由李浩钦香港的小将先收下第一局的胜利。回到比赛现场，日本碰上香港女队的四强淘汰赛，在第一局结束是由李浩钦到最后 deuce 的情况之下，15-13先抢下了第一局。那马上要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哦，那当然是因为优香这位削球手能不能够发挥他所谓这个削球手的一个稳定度哦，其实还蛮关键的，因为他在几次起板的进攻之后感觉也是有点急躁。李浩钦一直在观察，好，有机会了，十几板的好球，反拉，哇哦，漂亮的旋流箱的一个反拉哦，这球打的就够有耐性。对，但是你也看出哈，这个日本的石原优香呢，他不愧是削球选手哈，我就是每一个球我就有办法把你打回去哦。李浩钦呢，这一场球赛呢，哈，当然你要完全发挥你的进攻之外呢，你要保持你每一球每一球的这个体力啊。哦，因为你进攻的衔接上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哦。双方都必须付出非常多的体力才能拿下一分哦。好球！啊，石原优香的正手呢，削一个不转的球。这要打削球哈，你没有在进攻上哦很有速度来搭配的话，赢球的几率实在不高了。但是呢，这个李浩钦呢，是有这个本事啊，问题是判断的旋转一定要掌握，包括呢，他是带有下线的时候，你才可以全力的进攻。石川刚的发球直接得分，3-0。我这个球虽然没有进攻哈，石原呢自己的失误了。是一个带有旋转的一个轻轻的反拉哈，事实上这种反拉呢，刚刚也提到，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球是会有点漂浮哦，哦，带有一点点上旋。又来了，好球！这一次李浩钦的一个旋转的判断就做得够清楚，2-4。香港的李浩钦暂时两分落后。今天双方都打头阵来担任第一点。那当然，其实对于石原优香来说，对战记录是他占上风哦。但是整个李浩钦最近的一个进步实在是很多哦。
哇，这个球许耀廷也打得好啊，但石原优香有点急躁了啊，毕竟啊，他的削球这么稳啊，拼命的要想要反攻要得分，其实可以慢慢的磨哦，磨让李耀廷呢消化一些体力啊。的确，毕竟啊，李耀廷目前来讲也没有多大的这个重板的击球啊，基本上是拉的一般啊。哦，大概是这样啊。如果日本队的教练应该会提醒了哈，啊，毕竟呢，石原优香的削球呢是蛮稳的。哇，这个球也可以看出哈，削球选手呢，自己呢送球哈，也没有什么受迫性的失误。这种打法应该是，石原是不是压力太大？应该慢慢的送球就可以了。那削球手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它的稳定度。对，如果自己发生无谓的失误的话，对于场上来说还蛮伤的，因为你本身就不是可以有主动进攻型的一个打法。好，日本发球，当然领先两分哦，也是不要急着进攻了，哦，那面对每一种打法哈，每一个人的特性，哇，对啦，李耀廷拼了，还是重新，好，换李耀廷放高球，削球选手换攻击了，哦，这次没有错误的放进哦，但是也可以看到石原优香这次是把握到了一个主动进攻的机会。对，可以看杀这种高球没什么力量哦，这是削球选手，毕竟不是攻击选手。对，还是李耀廷呢，快速来回球呢，就是他的专项哈，所以不需要对攻啊，这个。如果石原冷静下来，哦，应该打法上就会克制李浩庆。那目前来说还是稍嫌急躁了一点，哦，所以比数也算是蛮拉锯的。对，左右的削球。李耀廷哦，最后可以看出哈，旋转已经变成一个正下线哈，一拉就直接下网。哇，这个李耀廷这场球赛确实很辛苦哦。8-5，石原优香三分的领先。那当然，其实现在才进入到第二局，不过双方看起来这体力上是快速的在被消耗当中。好，前后，好球，这个球李耀廷摆得非常短哈，那削球选手呢，当然最怕的就是你摆的已经在桌网子前面，我突然间呢又要往后退是来不及，那攻击选手要摆那么短不容易了，因为对方的球哈是在旋转的。就这一次来接李耀廷的攻击是没有顺利的削进。所以在第二局里头，李浩晴7-8是追到剩下一分差了。当然，这个比赛的过程很关键，就是石原优香哈，可以做一些转与不转的变化。哦，这是分数又来到后段了哈，削球选手来突击的一个进攻哦，这是应该来讲他的战术呢，经常会出现的。应该是石原优香自己出现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对，应该是正手也可以接，他毕竟他是只是防守哈，不需要说横移的。那接下来呢，还是李浩晴第二发。好，同样对正手先接哈，直接削球。
是一个正下限哈，完全没办法掌握它的旋转度哈。对，李浩晴想要来拉球来做进攻的难度是真的很高哦，所以这一板刚刚没有打好，也是自己气的跳脚。是没办法，因为石原优香哦，10-8，这下子是来到了两个局末点的机会。在第一局，他也是速度出现了局末点，都被李浩晴给化解掉。对，这次就是逮到呢，哦，他的这个位置哈，哦，当然这个球呢，就是所谓的前冲式的拉球啊，加速。哦，这个就挤上这个石原优香的身体。当然最重要的哈，还是要注意，就是观察石原优香的旋转哈。那李浩晴呢，当然以他的正手的威力呢，是在进攻里面是最厉害的。那石原优香呢，哦，那要怎么去削很低的球，当然就看他的控制的啊，就手感哈，当然。马上喊暂停哈，也希望，到教练那边要怎么指示。不过刚刚看到这个日本队的教练哦，身上攻和的脸上还是有一些笑容哦，所以应该对于战局是没有到太担心，但是也是希望石原优香在现在这个局末点上还是可以有效的来把握住，将局数给扳成平手。一般哈，他因为石原优香还领先一分哈。它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削之外呢，是不是可以突然间转为攻击啊？哦，毕竟领先一分，哦，来做一个，哦，直接结束啊，哦！如果你拼命的削呢，你可能就是等着李浩晴失误而已。啊，当然经过暂停哈，哦，教练应该有所指示。好，石原优香发球会不会突然就转为正手攻击呢？哦，还是继续削哈。这个球削过来，其实李浩晴已经等在那边做下一板的一个接续了，所以其实石原优香在这个角度上的变换上应该再多做一点琢磨。10-10，那这下子第二局哦，又跟第一局感觉有点类似，又要进入到第五局。当然，还是会落在香港的李浩晴哦进攻的。好，哦，出网。好，哦，李浩晴的现在的战术呢，就是希望石原优香在右边短球做一个向前接球，他逮到机会呢就冲上他的身体这边哈，好，开始进攻，没有成功，重新再来。哦，马上来转进攻，哇，漂亮的救球，哇，也可以看出进攻者呢，哈，这个。力量确实是稍微轻一点。哇，那很明显的石原优香的一个进攻端的稳定度是现在让李浩晴抓得死死的。11-10，李浩晴的局末点。哇，这个时候没办法借力啦。所以第二局12-10，又是由李浩晴率先收下来，现在对战石原优香，局数上取得了2-0的领先。
到转播的现场，可以看到石原优香在第一局跟第二局其实都曾经有出现过局末点的机会，但是都没有办法成功的守成，反而是让林浩晴最后是带着局数上的一个胜利，现在已经取得了局数上2-0的领先哦。所以石原优香这位小球手要怎么样赶快恢复他自己应该有的一个稳定度，在第三局里头影响比赛的关键。应该来讲哈，进攻不见得要常常用得上，他就是削他的球啊。哇，这个球啊，也是石原的自己的失误。对于这位削球手来说，过去打李浩晴是六战全胜，反而现在是面临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哇，还好，直接的发球就拿下了第一分，稍微再稳定一下军心哦。哇，尝试的想要做一个进攻哈，来得分。事实上啊，石原优香进攻李浩晴呢，挡回去的几率也蛮高的，毕竟他攻的没有那么重。对，所以倒不如直接就削球哈，会好一点点。哦，整个重心被削到完全偏掉了。对，这个球李浩晴打得好，连续两板的重板。拉开到3-1，哇！原本是看中石原过去对战李浩晴的一个精彩的记录，把它摆在一个打头阵，今天变成要打两点哦。哇，这样打下去非常不利哦。这个石原优香呢，也不能有暂停的机会了，因为在前一局就已经使用过了。哇，这个对日本队非常不利。应该要有的稳定度完全都拿出来的这一局，让李浩晴拉开到5-1四分的领先，压力现在全部来到了石原优香的身上。对于李浩晴来说，其实他就稳稳的进行他的一个攻守的转换，反正在石原这边现在一个失误率真的来的比较多一点。对，事实上早期的重板，其他的就慢慢的跟你对，让石原自己造成失误，又是没有削好哈。6-1，现在石原呈现好像没有什么办法，有点乱了章法的感觉。好，香港李浩晴继续的抢攻，哇，这个球，哇，一个机会球哈，李浩晴你可以看出他的这个表情哦，已经发球已经制造一个偏高的来球，就想要拼这一球。好，快慢，好，做一个拉球。又是想要再转进攻的棋板再度是没有把握住。对，整个战术哈，看起来石原优香要进攻的时候，总觉得好像不大会得分，但是他还拼命的要进攻。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接下来石原优香会不会在进攻端的一个处理上变得更犹豫，变得把握度更低，其实还蛮值得观察的。好球，还是削回来，哇，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了。事实上，一个好的削球员啊，除非对方是两板、三板、重板，事实上你稳的。轻轻的拉过来，基本上削球选手呢是一定要回过去的。今天削球的一个状况非常不理想。对，像这个都没有压迫性的进攻。Go! 现在石原优香有点被打乱了。打乱了，这个比赛的规则也不能中间去擦汗哈，所以只能场上呢稍微冷静啊。
9-2，李浩晴七分领先。那这下子哦，又是石原又向自己发生了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10-2，李浩晴的赛末点很快的出现了。今天陈友香完全没有发挥对战李浩晴应该有的一个优势，对，应该是对于他自己哈、哦、没有掌握该得分的时候，不见得说要抢攻，哇，运气球，结果这球顺利的爬过网，也让他在这个第一度赛末点就掌握住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比赛15-13、12-10、11-2，李浩晴是直落三局击败了石原优香，也帮助香港点数上现在1-0，暂时领先。回到比赛的现场，女子四强淘汰赛地主日本碰上香港的比赛，刚刚第一局有石原优香是在第三局有点一泻千里的一个状况，完全守不住，让李浩晴直落三局，是帮助香港队先抢下了第一点。那来到了第二点呢，在香港这边江华君要来碰上的是石川佳纯，其实在这一点看起来也蛮像是双方第一单的一个对决。对，应该来讲哈，日本的一号主力呢就是石川佳纯哈，这一点当然不能输了哈。那香港派出的是比较有经验的江华君哈，那我想两位对战呢哈，江华君呢他是属于比较有力量型的，尤其他的反拍呢是一个短颗粒哈，他会有一个加压哈或者突然性的一个撞击哈，这个可能对石川佳纯要特别的注意。那石川佳纯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他因为他是左手哈、哦，当他发球的时候呢，可以利用他的优势、站位的优势，直接第三板的进攻啊，哦，这样的话呢，可以压住江华君的一个反拍。不过石川佳纯在前一天呢，对荷兰的两点都是苦战哦，一场输，那一场赢哦，所以对于石川来说，其实在前一天是整个心情是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高低起伏。那进入到了今天的比赛，是不是在心态上，尤其刚刚队友又输掉了一点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比较平稳，发挥自己应有的实力，是还蛮值得观察的一点。对，那江华君来讲，这位选手哈、哦，他主要的特性呢哈、哦，他也不急着说一定要撤身，尤其这个红色这一面哈、哦，就所谓的短颗粒哈、哦，他是不退台的哈、哦。那以他这种
这个像体型哈，你可以看出他的属于力量，哦，那他正手呢就是平面哈，所谓的拉弓型的一个打法，所以他等于呢是基本上是站在球桌的中线为主。那当然石川佳纯呢一定要利用哦正拍呢比较有杀伤力。画面下方张华君的世界排名第十七，石川佳纯世界排名第九名。好球，第一个发球呢就非常有技巧哈。也就是直接的发向哦，长球哦，江华军呢被挤压，哇，可以看出哈，江华军的正拍呢，它是一个拉旋转，他的反拍呢，哇，你如果要突破他的反拍不容易啊，哦，他这个力量呢，速度又快哈。刚好提到他不容易来退台哦。大阪进攻啊，也是够有速度。两个人在2013年的东亚运动会打过一场比赛，那石川佳纯是直落三局获胜。哇，又是反拍哈，这个反拍的力道呢哈，非常的强劲。但是你打太多的反拍呢，哦，当然石川佳纯就是被动，那也要特别注意，你要打江华军的正拍呢，哦，你一定要。带开了，你没有带开呢，他站在这边不要直接攻击哦。好，发球抢攻，这是最有效，又是反拍的加压，非常快速哦。我江华君其实当时在中国山东的球员哦，所以其实在整体的一个实力跟技战术发挥都有一定的一个能力。对，这个已经有点哈。利用哦发球的角落呢，调开了江华轩的一个步伐。3-3，目前第一局打完了，最后分双方是维持平手。旁边的观众大声的在帮石川佳纯帮地主日本队加油。哇，好球！哦，也难得看江华君反拍哈，压出界。啊，这个江华君呢，他知道他对他最有利的呢，就是快速的直球哈，来对抗这个日本的石川佳纯。哇，这个反拍两个大脚的送啊！对，而且他出手的时机很快，哦，他就一直在加速加压那。石川呢，只能在后面一直在救球哈。好球！哦，石川呢改变了球路的方向哈。当然，哦，左右的进攻啊，也可以让江华君啊左右的移动啊。我想。打法哈，一定要慢慢的去改变。好，发短球，哦，发长球，直接，哦，哇，想要在侧身做一板进攻，自己没有打进，5-5，比数上还是拉锯了，形成平手的僵局。哇，这个球摆短，被江华君一板。太高了，太高了！当然，日本的石川啊，用右手打到球。正所谓的一个相持，最后还是由石川佳纯这边占了下风。5-5平手的情况之下，接下来江华君一口气连拿两分，两个发球分都保住，7-5，现在两分领先。好球！哇，这个球石川佳纯呢？哦，打的一哦，拉球的旋转增加哈，你稍微旋转度呢弱一点点呢，江华君呢完全是做一个加速的反拉，
加了旋转之后，江宏俊想要变线的难度就比较高。对，好，发球之后，哎，直接得分了。日本的，哦，可以看到后方香港这边的一个球员跟教练还在咬耳朵，看起来其实看在后方观战的一个心情蛮轻松的。应该是香港第一分拿下来哦，整个局面呢，他这个应该算大好哈、哦。好，江华现在发球。哇！这里爬过去了，一个插网爬过来了。这个幸运球让江华军8-7一分的领先。刚画面上照到的就是石原优香第一点输球了。哦，这时候呢，石川呢，哇，出现的这个非受迫性失误哈，有点心情的影响哈，应该是要慢慢来的。好。高抛发球，那看能不能进攻？哇，有点急躁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球速度其实压得很快，那整个石川佳纯动作就稍微慢了半拍。10-7，江华军的第一局三个局末点。好球。哦，两位选手呢，来回的速度的对抗啊、哦，哦，那石川呢稍微退后一点点，那江华军很快，他基本上，哦，他左右的照顾的范围也蛮大的哈、哦，所以石川呢一定要利用他的高质量的弧铅球来克制他。这个反拍石川佳纯是直接回击出界。在第一局的比赛，就是由香港的江华军以11-8率先拔得头筹。回到比赛的现场，地主日本队哦，在第二点里头，石川佳纯那打香港的江华军，在第一局的后半段，石川佳纯又有一点稍微急躁的一个状况，让江华军是顺势的把第一局胜利收进口袋了。哇，这场球赛哈、哦，我想石川佳纯呢要面对的就是江华军的反拍的一个一波接一波的快速来球来调动哈、哦。那以石川来讲，因为他本身的进攻呢不是说非常强劲，所以要一板打死江华军也是一个难题。我、哦、开始调动了，哇、哦嗯，江华军的正反拍的一个调动，他就很清楚，没有关系哈、哦。石川家手，我给你正手拉，你的拉球就是一般的旋转哈、哦。所以石川呢要突破江华军呢，一定要力量上要增加，当然就是站位要站好了。球对，要做进攻哈，但是除了力量，就是弱点的变化，哦，当然是非常关键。好球，还是要通过跟这个江华军的一个对拉哦，让自己的一个比较有质量的球来克制对手的调动。好球！哦，这个在进攻当中呢，当然可以看出哈，比较有一点点所谓的杀伤力。那江华军呢，还是利用
左右进攻，基本上是左右回击而已啦，也没有多大的做一个抢攻。好，又是开始调动，好，又是开始调动，推成了3-3。所以接下来再轮回到石川佳纯的发球，又对于他来说是有利方哦。这个球确实哦，你可以看出，当然石川拿到这一分，但是呢，他的加压呢，事实上造成非常快速的一个击球啊。就看石川能不能够赶快来顶住这个江华君给的一个速度哦。好球哦，可以看出哈，只要石川呢，也不见得哈要多大的。这个位置要调动了哈，那让江华君呢，好，不要站在那边一直加压就可以了。场上的比数5-3，石川2分领先。好球，这个接发球突然一个台内的一个加转的往前冲哈。啊，这个也是影响江华君的判断。6-4，哈哈，这个完全没有推挡的准备。双方现在6-4哦，石川2分的领先。那关键其实是石川佳纯今天能不能够发挥稳定度，打出自己应该有的表现。对，尤其在第三板哈，进攻一定要掌握，好发球看能不能第三板的强攻。哇，就发快速之前小心哦，哎，漂亮，带开了，哇，先做一个角度的啊，让江华轩移动哈。对，其实上呢不能完全是依赖哈反手对反手，那江华轩的变现更快。反而这边自己主动先把角度给带开来之后，其实在江华君这边，他脚步的一个位移也没有来得那么快哦。侧开没有打好哈、哦，还是2分的差距。那目前江华君5-7，2分的落后。看起来江华君是没有12分在场边擦汗的习惯，他基本上不会像石川这种拼命的在抢，他在控球，有调动，好球，好球，这个球他自己知道打错方向了、哦、因为已经调开了石川的脚步、哦、他又要往正手打，重复的路线就没有打到了。哎呀，可惜了，石川佳纯的一个机会球哈，对对，他侧身呢应该是要得分的，连续两板侧身失误。好球，非常聪明哈，因为他对石川佳纯的这种对角线的调动也非常的有效果。9-6，3分领先。还是继续。再次掉到正手的位置。对，当你比赛呢，每个战术的奏效呢，你就是一波再一波了，因为对方会越打越急躁。10-6是石川佳纯的4个局末点。哦，这个球发球的一个落点判断错误。对对对，他这个感觉上好像要打短球的动作。哦，擦网过来了。哦，那石川呢？还是要稳住阵脚，我这个时候还有2个局末点的机会。当然被追2分哈，但你也不用太急躁的去打啊，毕竟球发球在手上。
发球抢攻了。这个球拿下来了，但是没有打进，让石川佳纯第二局回也换颜色，11-8，结束班成1-1的平手。在的现场，石川佳纯呢，刚刚在第二局里头是一次成功的一个战术性的应用，让他顺利的将局数扳成了1-1的平手。对，应该来讲啊，石川佳纯呢能够获胜的主因，就是反拍之后呢，尽量调动江华君的正手位，啊，不要光打他的反手位。当然，第三局里面呢。除了这个战术之外，应该要利用发球之后能不能进攻。那江华君呢，当然他的稳定性要增加了，尤其他反拍第二局出现一些很多的失误。几个击到了石川佳纯的反拍的球哦，都是让他直接回击是下网的一个状况。不过江华君打得很有气势哦，这个球直接冲过去把球抢回来哦。他感觉上说好像要进攻了哦，哦，这个加速度了。第三局就跟第二局不一样，第二局是全部在控球哦。那他第三局呢拼命的正反手先拉哈，那石川呢你就是被动。所以也许第二局会不会是一个诱饵哦？哇，很难说了。江华君这位选手年纪跟经验都非常的老道。连续两次的触网哦，当然也可以看出哈，这个石川的调动哈，事实上就是要这样常常去调动他的正拍。哦，让他江华君反拍呢，稍微功力减弱了。好，又是高飘发球，哇，确实呢，江华君呢这一局的整个不管进攻啦、节奏都是加快哦。刚刚可能是60%，现在他提到了80%了。喂，石川佳纯呢？应该没有果断哦，再加压。那第三局的这个江华君的进攻呢？一波了哈。那表示呢，他现在不防守了哈，直接的采用先抢。好哦，好球。对，这个中线的中路的挤压，石川拿到了第三分。进攻的路线选择，石川还是够冷静哦。暂时3-5，两分落后。哇，这个没办法哦。完全是没得打，这个球应该是说没得救了哈。哎，爬过去了。这个石川呢，吓了一大跳啊，来不及。还是江华君的正手拉球，哇！这个第三局怎么反倒石川佳纯是在防守？好像找不太到机会来把球转成进攻端哦。
对了，逮到机会哈，还是往张华娟的正拍，对，这个重心已经偏掉了。场上的比数4-7，石川佳纯还有3分的落后。好球，看住正手，石川佳纯的弧圈球拿到第5分。但是每一个球你可以看出哈，江华娟还是完全是调动为主哈。当然他会这一场球赛要赢哈，还是会做一些正拍的抢攻。好，那江华娟看能不能正拍开始抢攻了哈。所以我想石川呢出现自己的发球没有注意哈，因为我以江华娟这个已经领先的当中呢，他当然长球一定是抢攻的。那接下来他就不利了，因为石川应该是发短球，张华娟马上就准备好，他等着你要怎么处理了。好看发球，好短球，哦还好哦，偏高了哈，没有回得太好哦，张华娟。对，接下来的一个发球第3板，马上正手拉球抢攻，6-8。那现在双方在第3局还是2分的落后，2分的一个差距。哎，这个球可以明显的哈，石川佳纯呢移动稍微慢了一点哈，那个球就马上冲上来了。事实上，他拉完球就要准备再拉了，不能再等一下啊，乒乓球马上就过来了，就要靠判断。又来了，哇，这个我看只能摇摇头了，因为这是完全是自己的进攻哈。本身的失误没有掌握住，也让现在的江华娟10-6有出现4个局末点的机会。哇，这个发球直接分数再送给对手11-6，江华娟在局数上打完了前3局，现在2-1暂时领先。回到比赛的现场，暂时局数现在2-1领先的是香港的江华娟，在画面上方哦。那这一次打石川佳纯，双方上一次的交手，石川佳纯是直落3局获胜啊。不过这一次看起来，石川佳纯的一个心情上多多少少受到了第一点队友没有拿下来的影响哦，是出现了一点点的一个震荡，尤其刚刚哦在面临局末点危机的时候，发球是直接发出了一个失误哦。对，应该来讲石川佳纯哈。当然要掌握他的进攻了哈，有时候他落后的时候，感觉上都蛮急躁的。那当然，江华娟呢哈，他本身呢也知道哈，哦，在第3局的策略上，你看直接的就要做发球第3板的进攻。那以江华娟呢在进攻上的这种威胁性哈，主要是力量呢是能够压制石川的防守。那双方在比较相持的情况之下，石川佳纯的稳定度哦，应该还是要好好的再琢磨一下。1-1，暂时第4局现在平手。哇，可以看出啊，这个要比力量的话呢，确实是
彰化县是占上风。那石川佳纯呢？哈，当然要能够，打赢这个彰化军呢，就是进攻的弱点哈，不能同一个地方太多了。好，发完球之后呢，一定要吊哦。这个时候呢，也拿下了第二分哈。旁边看到刚刚的一个球迷要举的这个娃娃，也是这一次的东京世界团体锦标赛的吉祥物。好，彰化军发球，对，又开始哦，重板的哈、哦、台内的一个哦进攻哦，我想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哇，彰化军确实呢力量蛮大的，他站上这样一个脚步呢，哦，身体都到位了。比数上3-2，彰化军一分领先。不过刚刚这一板要起板做一个正拍的拉球，感觉脚步是还没有踩好的一个状况。3-3的平手在第四局里头，但是现在石川佳纯是面临的局数上1-2的落后。好球，对了，在拉球上哈，要多制造一些摩擦哈，来让这个球呢形成强烈的上旋。这样的一个质量哦，才能让彰化军在速度的一个推压上是展现不出来啊。对，还是高抛发球，应该要抢攻了。哎呦，这个彰化军的接发球要打偏了、哦，但是呢，他这个旋转刚好是往他打的方向哈、哦，所以出界了。哇，对石川佳纯呢，整个信心又提升了。好球，突然间一个摆短哈、哦，哇，这也是使得这个彰化军的感觉会进了哈、哦，但是迟疑了一下哈、哦，所以球打偏掉也是出界。石川佳纯这一局哦，相当领先3分是相当好的一个机会啊。哦，又是想要做一个快速度的加压，又没有打进啊，彰化军也急了现在。那日本的机会了，发球抢攻了！哇，这个虽然呢石川佳纯防得很好哈、哦，也可以看出哦，香港的彰化军他正反拍都是一个发力啊。真的是很有力哦，这位选手。还是抢攻。好球，好球。这一分拿下来对于石川佳纯来说非常重要，像吃下一颗定心丸，现在这一局拉开到4分的领先。对，那整个第四局里面啊、哦，当然彰化军打的球是很有力量啊、哦，但是他是属于在被动当中啊、哦，对方攻击才做一个反拉反攻啊、哦，事实上是应该增加他第一板的先进攻。好，发完球看能不能进攻，对，先采用进攻啊、哦。那石川呢，大概就是因为借力的回击了。5-8，两位选手3分差。好球，再次的发球就直接进攻，还是有经验哈、哦。彰化军呢，以他这个各方面国际比赛呢这么多哈、哦，他也知道说，哎，我石川呢是拼命的在拼球啊。现在轮回到石川的发球，这两分也很重要哦。还是高抛短球。哦，还想要反拍再加力、哦哎、球，对对对对，事实上，彰化军应该是有一点点注意他的正手，所以回到反手，哎，结果这个动作上没有做好。
哦。在连续进攻的状况之下，江华军的一个稳定度没有来得那么好。啊，一般就是落后的时候就出现失误就多了哈。当你很顺的时候，怎么打都打得进。这场上的比赛大概就是这样。10-6是石川佳纯的四个局末点。哦，漂亮一个发球之后反手拉哈，这个应该对石川来讲哈，应该要送过去的球哈，可以改变落点的。因为以江华军来讲，一定连续三个发球就直接反手拉球。好，石川佳纯最后一球能不能拿下来呢？好，领球。对了，直接领球。哦，结果可惜的是，下一板接续又是自己手上的失误。你直接领球已经先占有主控权了。对对，就不会是被动的被进攻哦。但是领先两分的啊，日本选手呢还是拥有两次发球权哈。那应该用高抛式的发球呢，来控制江华轩的一个进攻。哦，互相的左右调动，哇，分数又来到差一分了，这个紧张了。石川佳纯的四个局末点现在被化解掉，只剩下一个，还是石川的发球。一般来讲哈，应该可以高抛之后，大概放个不转的球哈，看江华轩摆的不好的话，就可以直接的进攻了。好，放个球，对，直接拉球。哦，这个球无限影响了江华军的击球。11-9，那石川佳纯是有惊无险哦。在打完了前四局之后，局数双方回到2-2的平手。回到比赛的现场，在石川佳纯的一个状况哦，刚刚第四局曾经出现四个局末点，结果是让江华军一口气化解了三个，幸好关键时刻一个发球之后正确的一个战术应用，让他有惊无险的保住了第四局的胜利。哇，关键的决胜局呢，石川佳纯唯一的呢就是先做一个上手的进攻哈。当然啊，这样对江华军呢，你要加压各方面就会产生失误。那江华军要赢球呢，不能太被动哈。好，准备拉球。哇，这个球想要安全的打回去，结果是出界的哈。那香港的江华军呢，一定要利用他发球哈，哦，正反手先起哈。那他的得分也是最高的。那江华军的发球。又是大角度的一个左右调动，江华军相当强势的再拿第二分。确实，这个力量呢非常快，他真的打准的话，我看石川佳纯他只能救球了。但是石川还好，他的正拍啊还做一些旋转的啊对抗。哇，这太强调去撞击了。当然，这个球呢蛮低的哈，江华军呢有点哈这个急躁的想要一板解决了。那这个是石川佳纯的机会哈，因为毕竟呢石川可以利用发球之后呢正拍的增加所谓的上旋式的一个拉球。好，拉球，对，这个球哈应该是可以造成江华军的一些失误的。现在看起来江华军对于石川佳纯拉过来这个质量的球是没有太多的一个
反控的一个方式。对，你那这种球叫做上旋了，你其实啊，你要用力打的话是蛮危险的。这个球还是哦，第一个时间呢就做一个回击，当然这是来回球当中，你可以看出石川拉起来的力道哦，重心也偏了啦，所以旋转度不足的话呢，就会产生这个反拉。就在中路的这个位置哦，让江华就可以做非常快速度的一板回应。3-3，当然哦，这个发球权在手的时候呢，就比较有利了。好球，还是以旋转哈来克制江华军的一个加压的一个攻势。那石川呢，我想对他自己的这一球表现很满意哈。事实上，这个局面哈，江华军一定要突破，就是要先发球，不要被对方攻击啊。对，抢攻吧。对，反手先抢攻。哇，他自己也应该说早就应该这样打哈。4-4追成了平手，在决胜的第五局。哇，这个非常重要了，当然石川要把握住抢拉的机会。高抛，哇，直接的得分哈。但这个接发球方哈，压力就是送过去不好呢，对方会做一个进攻了。那在比赛当中呢，好、哦，你要怎么去对抗压哈、哦，心理的这个技能的表现就要看这边哈、哦。当然接下来呢，石川佳纯的发球大概是短球了，因为前一球已经直接得分了。好，日本发球，高抛发球。还是短哦，稍微出台喽。哇！但是江华军并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对，因为江华军哈，这一球拉起来是用轻轻的带而已，应该紧张不敢用力哈。在关键的时刻，石川佳纯连续有两个发球分是顺利保住，4-6，现在江华军变成2分的落后。哇，这个石川佳纯呢，利用呢台内领球哦，我跟他拼快的，这个也是防止呢江华军哈、哦、就发完球就会有一个拉球。那接下来呢，石川佳纯还是不能太保守哈、哦。现在每一分都看得蛮紧张的，双方仅仅一分差。哇，这个时候怎么会江华军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哇，感觉上江华军在好像前面打都觉得很有自信哦，现在轮到他进攻的时候呢，感觉上不是很稳啊。哇，这个对石川佳纯是好哦，应该利多了。毕竟现在又轮回到他的发球了。好，发短球，哇，出现进攻再次的失误，可以说是三次的进攻哦，主控权在手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失误。那当然，这时候还有香港的叫暂停哦。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赶快叫一下暂停。对，这唯一一次的暂停哦，还好香港队还有机会了。当然，我想哦。江华军面对的呢，可能石川的发球之后会拉球，那江华军也想要进攻哦，但是他的失误呢，产生了他落后的主因。那以日本队来讲哈，现在呢，石川的心态上呢，确实要攻击再攻击，不管呢力量大小哈，你只要拉起来，以江华军现在不稳哦，大致上他也不敢所谓的加压了，有可能加压就出界哈。所以日本石川佳纯不能心态上太保守，哦，你如果要控球而已，等下反倒你可能有可能一下就被追赶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心理的作战啊，这心态呢一定要很清楚。
那石川经过暂停之后呢，还有一次发球前哦，能不能制造抢攻呢？跟这一场胜负影响是最大的。好，高抛，好发短球抢拉，对，抢拉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哈、哦，落后这一方，尤其江华现在本来是很反手很厉害的，但是他会犹豫哈、哦，因为这是旋转球。连续的两个发球分再度确实的保下来，9-5，石川佳纯四分要到四分的超前，有机会了，有机会了，哦，可惜，可惜，确实是日本队已经掌握了进攻了哈，哇，这个可能也对他的角度上判断哈有点错误。6-9，双方三分差，在决胜的第五局，还是江华俊的发球。好球，逮到进攻了。这一板进攻，对，是掌握的非常好。所以日本队的石川佳纯啊，利用他的正拍的抢攻哦，而且很清楚，只要有拉球的话呢，大概就会得分。那这两球呢，必定是发短球哈、哦，他能不能抢下一个进攻？好，高抛。哇，长球对抗，哦，漂亮！这板是冲到了这个江华俊近身的位置。那么这一场比赛哦，11-6是决胜第五局的比数，收下来的是石川佳纯，在整体的局数上3-2击败了江华俊，双方点数上现在打完了前两点，1-1战成平手。欢迎再度回到比赛的现场，东京桌球世界团体锦标赛哦，女子四强淘汰赛，东道主日本碰上香港的一个比赛哦，打完了前两点，那双方现在是战成了1-1的平手，进入到第三点的比赛，那双方这次被排在第三点的日本队呢是平野早史香，那至于在香港这边则是吴颖兰哦，非常年轻的一位女将。这两位选手在过去的一个交手记录一共打过4次，那反而是由这个香港的小将吴颖兰是拿下了3胜1败，一个比较好的战绩哦。尤其最近的一个对战是拿下了3连胜，
2014年的2月18号卡达公开赛的那一场比赛，吴颖兰是4-2的局数获胜。在2013年的东亚运动会的比赛，吴颖兰也是打出了一个3-0。2012年的中国公开赛，吴颖兰再度是一个4-2的一个姿态来获胜了。所以其实碰到这个平野早矢香，似乎吴颖兰打得还蛮上手的哦。香港的这位小将呢，在2013年的时候是夺下了国际桌总，职业巡回赛总决赛 U21的女单亚军哦。可以看到她在年轻一辈的女将当中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今年的年纪哦是21岁。那至于平野早矢香的部分的年纪是29岁，那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2名。吴颖兰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3位。以双方的一个对战的记录来看，其实应该是吴颖兰这边可能会比较占上风。那但是当然哦，在这个刚刚石川佳纯打了5局击败江华君之后，其实相信平野早矢香的元气是应该也可以提升了不少。对，那日本的平野早矢香哈，主要一定要发挥他的快速的上线球的对抗哈。本身呢，平野早矢香呢就是打一个近台的一个快打哈，来调动呢，这个对手。当然，吴颖兰呢本身呢，它是所谓的旋转为主弧圈球哈、哦。那如果呢，能够扛得住这个平野早矢香的快速直球，还是有的打了。但是我想主要是战术了哈、哦。以平野早矢香呢这种选手哈、哦，他是老经验的一种这个选手，那打法上会很明确哈、哦，尤其他发球的时候都是一个上线球为主。在第一局已经先拉出一波4-0啊，平野。哇，这个时候呢，可以发现香港的吴颖兰好像有点紧张哦，有一点手软的感觉。对，这个因为第三点呢非常关键哈、哦，如果拿下来就是听牌啊、哦，士气也会越队内的士气会提升的。终于靠着这一次平野早矢香的一个反手位回击出界，吴颖兰也拿下了第一局的首分。那其实对于香港的一个主教练李静哦，是认为其实吴颖兰在这一整年的进步非常快，所以在这一次的团体赛，她的一个表现，担任这个第三号的单打好手，算是蛮称职的。好球，哇，这也是可以看出哈、哦，怎么年轻的香港的吴颖兰呢？她在回击这么快的来球呢，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做一个所谓的反手的拉球，她反应非常快。好球，还是以所谓的拉球哈、哦，这个平野早矢香呢哈、所以基本上哈、哦，对这种高质量的弧圈球哈、哦，他要加快呢就容易出界了。但是呢，你如果跟他打的球速是快，没有旋转，哇，那这就落入他的圈套了哈、哦。当然发球的时候，他尽量的比快速直球，对，加压。哦，双方呢哈、哦，一个是左右快速调动，一个呢就是退后一点点哈、哦，制造球的旋转。而且其实吴颖兰在整个横移的速度上也算是跟得蛮快的，一下子就连拿4分追赶上来了，4-5，一分落后。好球，这两位选手，日本的不退。赶快上去哦！那吴颖兰呢？能够往前的击球，但接近球桌的大概后面一点点呢，造成一个拉球哈、哦，所以他也不急着跟你打快速的对抗。5-6。哦，平野早矢香呢，想要直接领球对抗的这个速度哈、哦。5-6的比数，发球的吴颖兰暂时还有一分的落后。哇，想要再趁机转到正手位，但是并没有站好。对，那平野早矢香呢？这位选手打的球哈、哦，事实上呢，所谓的上限呢，并不是很强。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打的位置不是够刁钻的话呢，对方回击过来呢，比较容易了。那它的好处就是特色就是
突然间一个快速的发球啊，这个会使对方来不及啊，先发一个短球，哇，这时候呢，反手拧也是相当的有威胁力。这个吴亦男呢，你可以看出哈，他这种台内的进攻哈，制造的一个旋转。啊，下一个发球应该是长球吧，来跟你拼快的。好，长球。哇，但是可以看到Win Line这边也不退哦，所以反拍回接速度也很快。对，就是进攻的力道哈、哦，没有非常强哦。这个当然挡球一挡呢，大概就可以回击了。哇，这个香港年轻的Win Line呢，哦，确实就进步蛮多的哈、哦。这下子一口气追成了7-7的平手。哇，还是平野的拉球哈、哦，质量不足。哦，那个教练呢非常满意哦，他说没关系，你就站在那边挡也好啊、哦。如果有机会在正反手拉球，哇，这年轻的小将呢，在这场球赛确实发挥的非常好。哦，放高球。哦，反拉。哇，这一分拿得漂亮。这个我想这样打下去哈、哦，真的是平野找死香呢，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发力去得分呢、啊。9-7，现在Win Line反倒取得2分的超前，很难想象他这个开局是0-5的落后。对，哦，哇，这个。已经快要被挤到重心不稳了，还拿下这一分啊，感觉Win Line有点像小钢炮的感觉哦，非常的稳啊。对，蛮稳的哈、哦。以防守拉球呢，他很清楚哈、哦，哦，什么时候该用进攻，什么时候再防守。哇、哦，这个防守中呢，突然间一个转为进攻哦，但是很可惜的出界的哈、哦。当然，哦，这个年轻的Win Line呢，这样的击球的节奏打法呢，对平野早矢香是很大的一个压力的。10-8，两个局末点呢，现在Win Line的手上。哦，这一板哦，直接加压10-8的一个情况之下，顺利的收下局末点。那Win Line顺利的抢下第一局的比数就是11-8。回到比赛的现场，那继续来看到在日本跟香港哦，这两支球队在第三点的一个碰头，Win Line在开局虽然0-5的落后，但是哦，其实马上在整个调整过来之后，是打的平野早矢香不知道要怎么样，有点乱了套。应该日本的平野这一场球赛哈、哦，能不能打快的哈、哦？你如果没有打很快的话呢，哦，最后呢，Win Line会占的。左右的拉弧圈球哈、哦，这一拉的时候呢，平野早矢香你就没办法所谓的加压了。这个是第一局的整个状况。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哈、哦，在快速直球的时候呢，香港的Win Line呢，除了速度快哈、哦，就是制造上旋，
那平野早矢香呢，有速度，但是没有所谓的上旋哈，所以不叫吃亏。对，只能这样的球速哈，看能不能调开吴颖兰的一个步伐，速度来压制。而且吴颖兰其实身高没有那么高，所以在整个调动可能会比较收到效果。对，还是非常漂亮的哦，在球桌后面一点点哦产生的一个旋转。那你毕竟呢，你不用太靠近球桌，不然时间上会抓不准。所以吴颖兰还是利用他的一个位置哈，取得的拉球。哇，这个拉出来的质量，平野很难来回应。这个这样打下去呢，可能平野要拿分是不容易哈。那唯一的呢，就是快打，直接调动吴颖兰的正手，看能不能拿分。好，这要快点哦。这个是运气的球，日本的平野拿回第三分。前六分打完，在第二局里头，双方3-3战成平手，但是平野其实要拿分的一个难度比较高一点哦。刚刚这颗球是幸运哦，跳网过。那但是在双方一个对攻的情况之下，其实往往是吴颖兰这边比较容易占上风。好、哦、还是吴颖兰的反拍的带有前冲式的拉球。我想对平野来讲、哦、送到反拍呢，就是等着一波一波的被挨打、哦、那能不能做一些变现呢，就看平野早矢香的一种战术了。哇、哦，对，侧身快打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明显的呢，吴颖兰呢早就已经做好拉球了。吴颖兰那个球速也很快哦，所以刚刚平野是完全来不及侧开。对了，开始进攻了哈，当然这个就是要利用速度哈、哦。直接得分之外呢，最起码啊，吴颖兰会向正手位移动。还是要拼哦，这个不容易的，因为吴颖兰拉的球哈、哦、质量是够的，你要怎么去直接的扣杀呢？啊，除非你抓的角度非常的准确。平野先发球判断出现了状况，对，突然发一个短球。第二局平野早矢香5-6追到剩下一分差。还是反手以拉弧铅球得到的第七分。吴颖兰这位球员呢，虽然你是小归小，但是在球场上的整个气势是不输人的哦。当然就是哦，应该对他的比赛的这个成绩哈、哦，增加他的自信心哈、哦。那吴颖兰呢，确实表现呢哦非常的好哇，这个球哇，香港的吴颖兰没有注意哦，他应该是可以拉球的，他结果出手。没有打好，对了，这个非常清楚哈、哦，这个平野早矢香呢，这一球就是相当的关键了，就是做调动，对，一定要快速的去击球，而且不见得要反手位，反手位吴颖兰蛮稳的哈、哦，7-7，双方回到平手。好球，还是最主要的快速的上线球来对抗。啊，平野早矢香呢，一球一球，一分一分的拿哈、哦。
当然要非常注意他本身击球应该直线要多一些。好，直线，哇，拼命的要闪身，拼命的反，想要做一个正拍直接的杀球了。8-8，还是在平手的局面哦。那接下来的两个发球是在吴颖兰这边。哦，是6的倍数，吴颖兰太紧张了吧？裁判说你不能擦汗哦。哦，赶快回来发球吧。哇，触网，重发。心态上是有点紧张哦。裁判，哇，警告你发球啊，是不是抛不够高啊？那会不会造成吴颖兰的发球的压力呢？心情上势必是会到受到影响啊。哇，确实确实，当你警告的时候呢，你就会注意你的发球有没有抛高啊？那节奏改变呢？哦，当然这个球很不理想啊，已经发球出界了。平野昭司将也是伺机而动，直接做一板拉球进攻了。还是出界，我确实，那照应该来讲，真的裁判帮了日本的平野昭司将啊，因为一般来讲，吴颖兰很少发球，等于不知道怎么办，他只顾着说我能发过去，感觉上了哈，所以确实发球这个单打来讲非常重要的。10-8，两个局末点在平野昭司将的手上。不过这个可以看到吴颖兰的反拍的威力还是存在啊。对，当然平野的话哈，可以做一些急长球，好开始呢对抗，也是他主要的打法。那就看平野最后一次的发球喽。好，快速长球，加压。不敢直线的加速哈，但以吴颖兰目前的反拍的稳定性哈，你要拿分是不容易的。10-10，第二局双方进入到 deuce 的阶段。哇，可以看到后头日本的队员哦，森英子现在是也是非常的关注场上的一个动态哦。这个球只有轻轻的一摆哦，当然平野昭司将呢，原本发球的压力蛮大的，发球压力应该在吴颖兰身上。对，可是竟然他这个接发也没有处理好，11-10，出现一个局末点的是吴颖兰。哇，这个动作已经没有站稳了。侧开就想要做一般抢攻，没有把握住。12-10，吴颖兰局数现在2-0，暂时领先。平野昭司将，我在第二局曾经一度是10-8领先两个局末点的情况之下，没想到是一下子就被这吴颖兰给化解掉。双方打到了 deuce 之后，反而是吴颖兰收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现在局数上，他取得了2-0的领先，要进入到第三局了。如果吴颖兰持续在整个
在回球的加压上头制造平野的压力的话，那平野很难打哦。对，那当然对吴颖男来讲哈，也不见得说一定要侧身啊，他反拍就可以看住他了。好，左右拉球，对，这个等于是旋转对旋转的时候呢，就是吴颖男占上风。那只要平野早矢香呢，啊，在加压没有掉开呢，就会反到吴颖男的反拉。好，慢慢来。哇，这个局面我想对日本队非常不利哈，所以这个教练呢也蛮满意的哈，他认为呢这个打法呢好像可以压住平野早矢香的。好，正手拉旋转，哦，这个要反非常困难，这个等于是打法呢完全没办法做有效的突破了。以双方的一个对战的记录来看，的确也是吴颖男占得上风哦。四场比赛的对战拿下三胜哦。哦，一看到这个长球，马上侧开来一板大力的进攻。所以这个时候，日本真的是要赶快及时喊了一个暂停。对，一定要暂停哈，因为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出哈，平野呢应该是很乱哈，非常乱。没头绳索啊，不太知道该怎么样来打这个吴颖男哦，那速度其实也压不出来哦。最主要哈，对吴颖男的正反手的弧圈球哈，完全没办法做有效的回挡，甚至呢，平野早矢香想要加力哦，拼命的失误，因为对方的拉球是一个高质量的旋转球，事实上不好打。那能够突破吴颖男的话呢，当然你的快速直球要左右的调动，那能不能有方法哈，这个是也蛮难的。目前的比数上，吴颖男是4-1，拉开到了三分的超前，而且他现在手上还握有两局的胜利，已经在局数上率先停牌了。所以日本在这个暂停回来过后，看能不能够收到效果，看看平野早矢香能不能够再重新找回场上的优势。哇，确实是反手拉弧圈球的旋转哦，可以看出哦，平野早矢香呢要怎么去压住这个角度，完全掌握不了。又来了，又来了！看到一个摩擦，稍微把球做点加压，平野早矢香几乎是无力招架。这个等于在乒乓球来讲哈，就是对战的战术呢，完全是吴颖男全部掌握。当然，平野早矢香还是不放弃哦，先拉球啦。对吧？他应该想，我也会拉球啊，我怎么不拉球呢？哇，难得出现哦，这个平野早矢香的反拍的领球，做一个进攻啦。当然还是要抓准了吴颖男的一个发球的节奏。好球，哇，机会！这样打的话呢，就有一点点哈，可以拿分的感觉。跟你拼了，至少有拼有机会啊。啊，落后5分了哈，可以再拼，哈，要追上来也有点困难哦。看看这两个发球分能不能够把握住，还有机会。好球，直接的短球呢得分。3-7追到4分差。平野早矢香现在准备要来接发。8-3。这个平野早矢香在这一次的一个回击过程，脚步又被打乱了，想要侧开来。
结果反而是被找到了反手位的空档。好球，好球！精彩的挡回来。对，这个球就是落点哈，齐家。这一般来讲就是旋转哈，好，挡到球了。4-8，平野还有4分的落后，还没有放弃啊。对了，这不到最后一分，全部基本上是还有机会的。好，罚球，哇，防不住，防不住，可以看出哈，你稍微过度的一种没有威胁性的球呢，吴颖然的拉球确实是蛮有杀伤力的。这个平野，快打，以快打为主，好，快打，漂亮的一个球，对，所以。当然，比分是有点落差，但是打法是正确的。5-9的这个比数哦，那接下来平野又要来接发，接发是他比较压力大的一个环节。哦，这个球虽然呢轻轻的打过去哈，还是有效果咯。那慢慢的呢，哦，也造成吴颖然的一些失误。6-9，双方三分差。哇，这时候香港呢，我就叫暂停啦，缓和一下，确实很有经验哈。那效果，当然对吴颖然来讲呢，他会更有自信啊，因为他知道，哦，只要不要前三板被对方快压哈，能够过渡之后呢，就是吴颖然左右的弧圈球。那平野早矢香呢，可以得分呢，就是。哦，应该是第一球就要加力，看能不能说打乱吴颖然的步伐。当然，对于吴颖然来说，这一场比赛只要再拿下2分，只要2分就可以收下比赛的胜利。但是，感觉也是有点遥远的距离哦。对他来说，刚刚忽然有一阵是比较乱了手脚，所以这个暂停呢，喊的时机，当然也希望这位21岁的小将可以重新再稳住一个军心哦。因为在一个基本的双方的打法上来看，吴颖然还是比较占有上风。对对，目前来讲哈，当然对平野早矢香哈，又要有一感觉上是用拼搏的，就是说一板决定的哈，这个找的时机呢也不多了哈。当然你不拼的话呢，最后一定会落在吴颖然的弧圈球的这种进攻的。好，接下来香港发球，好球，对啦，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吴颖然。对对对，他事实上平野早矢香呢处理这个短球之后呢，再做一个拉球。那接下来呢？发球之后呢？快打的几率很高哈。好，准备加压。哇，漂亮的球！哇，这个平野早矢香呢，这样的表现哈，在前两集没有用哈。非常可惜哦，这个时候才开始拼球，虽然说好像有点晚，不过感觉还是有机会哦，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8-9，回到1分差。好，继续拼。哇，这时候呢，事实上吴颖然这个球呢没有多大的威胁哦，他也在紧张了，哦，都是轻轻的打而已。哇，吴颖然没有拿出，其实在开始的一个反手拉的一个质量来，那这样子对于这个平野来说就很好打了。9-9追成了平手，这场比赛还有变数哦。哇，偏高。哦，没错没错，接发球哈，接的不好，这个球。也可以看到平野的压力了，哇，接的球呢太高了。那吴颖然终于是拿下了这个关键的1分哦，10-9出现赛末点，这一分感觉难拿啊。抢下了赛末点之后，看有没有办法再稳住情绪。
对啦，快打！哇，这个平野早矢香呢，哦，从第三局的后段呢，这种打法跟前两局完全不同啊。这个哦，这样的技术呢，这样的球速呢，吴颖然就没那么简单站在那边左右拉球。好，接下来呢，平野早矢香发完球呢，应该是强力的进攻，哇，直接发球得分。这个年轻的小将呢，又回到的产这个压力了哈、哦，真的是受到情绪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11-10，平野出现了局末点。哇，这个球，结果呢，平野早矢香拿回了第三局。在第三局里头，12-10，平野现在局势上扳成了1-2的落后。回到比赛的现场哦，在第三点日本跟香港的一个对决哦，其实香港的小将吴颖兰在第三局其实情势大好哦，一度拉开到了4-5的一个领先，但是居然没有办法顺势将这一点的一个比赛来终结，现在是给了平野早矢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当然，平野早矢香啊、哦，非常冷静的哈、哦，当他处于劣势的时候呢，完全改变击球的力量，而且呢是打前三板哈、哦，快打哈、哦，而且重板的击球，那就看第四局了。哦，连续这几板攻得很重哦。双方激烈的互拉，十几板的。哦，角度拉开来哦。好球！对，虽然是，哇，这位呢确实不简单啊。这种状况呢，能够完全是靠他爆发力来赢球。我真的是要心里比较没有压力，才能打得这么稳定。对对对。当然，平野早矢香一定要赶快的加力哈，不要延长的战线，那对吴颖兰就有利了。哇！再度陷入到这个反拍的一个相持上头，吴颖兰就是占了上风。对，事实上。平野发完球呢，也是稍微过度哈、哦。那刚刚哦，应该来讲是第三局的后段，他根本就不过度啊、哦，直接的发力。当然，选手都是想说，可能又有机会赢球，又回到原来的稳定性了啊，太慢了。好球，这个力量就蛮多的哈、哦。这个我想对平野早矢香呢，完全。加速哈、哦！你如果太慢的话呢，你就会形成又会回到中远台的一个对抗。第四局双方2-2，2-2的平手。哇，这吴颖兰自己呢没有观察好哈、哦，事实上。哦，这个对方呢也是很紧张，轻轻的回长球啊、哦，但是挤压到吴颖兰，
好球，平野早矢香呢快打，快打哈、哦，还是要拿出自己在第三局后半段的一个气势跟战略。哇，这个当然对着满场日本的观众哈，对小将吴亦男是越来承受压力越大了。对他来说，第三局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现在让战线变得延长到第四，甚至有可能打到第五局就很难说了。好球。所以拿手的哈，所谓的上旋式快冲的球哈，这就是平野早矢香呢，他基本上的打法。5-2，拉开到三分的领先，平野早矢香。哇，这运气啊！平野早矢香呢，做一个反拍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打到球拍的边哈。球呢变成面慢慢的变短了，哇，这个手气开始顺哦。结果反话可以看到这个香港的教练脸呢，刚刚的表情变得苦笑哦。哇，开始乱了，开始乱了。这个战术一有变化啊，整个气势呢又回到日本这一面呢。哦，应该是直接判犯规。哇，裁判呢？哇，又帮，也不能说帮日本啊，因为你发球就是遮到，哦，完全是向内抛哈，这个严重犯规哈，因为规则上呢是要垂直向上，它是往内抛啊，这没有话说。对，哇，这次又被吊中了。再补一板呢、哦，还有机会啊！哇，好球，转到直线来哦，可以看到平野早矢香现在在进攻的一个加压上也是越来越有士气。哇，那现在看起来这一局哦，吴颖兰真的是完全慌掉了。乒乓球可以看出哈、哦，你没有达到最后一分11分呢，都不能够放弃哦，这个可以表现运动员精神，我想会打到第五盘的。哇，现在连对抗都会赢球了，哇，日本队呢也是队友呢非常高兴，哇，像这个这种球呢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速度哈、哦、那前几集吴颖呢好像对这个球就熟悉，现在压力大了，10-2，八个局末点，哦，就想要再接发直接抢攻啊，哦，11-2，擦边吗？啊，确实又擦边，结束在第四集。结果这个平野早矢香的运气真的是相当的不错，那么在整个局数上哦，哎，来看到没有问题哦，11-2，就是由平野早矢香现在顺利的将局数完成，2-2平手。再度回到比赛的现场，来看到第三点，吴颖莱跟平野早矢香哦陷入了一场激战啊。那当然，在平野的部分就可以看到一个运动员的一个精神哦，不放弃。那打到最后，现在反而是整个战况上2-2扳成平手，回到了决胜的第五局，双方等于都是从零开始啊。对，好球！当然，吴颖莱呢哈，一定要接受这种压力的哈。那毕竟呢。在领先2局、哦、又被追赶2局、哦、
那这个除了技术要展现哦，心理的心态哦，这种心态哦，这抗压一定要展现出来。那呢，平野早矢香呢，一定用他的最拿手的一个快打来对付吴亦男。对，还是快打哈、哦。哇，这时候我想吴亦男又出现了一个失误哈、哦。对于平野早矢香来说，其实他在前两局这样的一个表现是没有拿出来哦，不然其实他前两局不会打得那么辛苦。但关键的时刻只要把握住，其实就是球员的机会哦。哇，这时候哦，吴亦男呢，你没有做好这个直接的拉球啊，非常不利，加上他的发球啊也影响很大了，因为裁判也已经把他判这个直接失误啊。如果再犯规，就是直接的判哇！发球失误，这个不用裁判判的，他送球。哇，这个年轻的吴亦男，我想以这样的状况哦，哦，大概也是要能够安平静下来了。哇，麻烦的，麻烦的。这分很关键啊！哇，你可以看出啊、哦，这个。比赛场上的那种士气哦，斗志呢，每一分每一分的影响哦，整个局面。这时候呢，反倒呢，平野早矢香我就不失误了，要打哈、哦、来回球，我比你更厉害哈、哦。当然，吴亦男呢要能够抗得住呢，还是要增加他的哦摩擦的力量。哇、哦，又是被攻击了、哦，好球，对，这球加压，他的旋转一定要增加，旋转一定要增加。4-2，暂时领先的是平野早矢香哦，但是接下来轮回到这个吴亦男的发球分，可以看到后面现在这个香港的教练很气啊，吴亦男现在。但是这样发球权是在吴亦男的手上哦，但是最重要的是发球，他现在没有威胁性的哈、哦，那因为可能压力之外，就是发球怕违规哈、哦，好安全的发球，哦，差一点。哦，也没有过网哦。擦网球，现在他发出来的质量绝对可以让平野好好的把握一下。哇，被吊开！还有，慢慢来，慢慢来。哦，平野也不急了。哇，这个打下去的话，我想。吴亦男也没机会反攻了，我这时候拿到5-2哈，一方拿五分就要换场地，看能不能吴亦男呢稍微缓和一下，来换个手，因为呢不能叫暂停哈，所以呢场上的表现呢就看选手自己啦。哇，这个球赛哈，这个确实是不能放弃了哈，运动员还是要一分一分的拿。这时候应该是吴亦男发球。不对不对哦，平野早矢香也紧张了，很想要赶快抢回发球分呐、啊。事实上，现在吴亦男发球也可以安心了、啊，没错，因为他发球的过程啊，现在基本上不敢特别的用力哈、啊，还有抛的问题。好球，哦、直接侧开一板。现在这种比赛的情形哈、啊，平野早矢香呢？只要有进攻的动作呢，吴亦男就压力大了哈。哇，这一点的比赛打的真的是这个赛况急转直下哦。哇，又是进攻。哇，漂亮的一个正手反拉。哇，这个小将呢，还是心里还是想说，我还是很厉害的啊，还是要拼啊。哇，这个局面啊、哦，可以看出哈、哦，吴亦男呢还是很有自信哦。但是打起来哈、哦，平野早矢香好像打得比一两局，感觉上哈、哦、来回球就敢打了。好，开始进攻。没办法、哦，这个球回的一个角度、哦、在中路的位置，其实吴亦男很轻易可以做一个加压球回来。对，事实上哦，平野早矢香不能太保守。既然领先，哈、哦，你回击呢，一定两大角度哈、哦、来带动，哦，这是个公式。
你现在安全的跟吴亦男对抗，吴亦男越打，信心又马上上了，对，会找回来，会找到这个手感。那考验的就是发球了。哦，太保守，太保守。这个平野昭史江呢，已经调开了吴颖兰的反手位哈、哦，没办法，趁势呢快压哈、哦、一个直线。5-6，吴颖兰又追上来喽。对对对，那换场地之后，感觉上哎，吴颖兰好像情绪又稳定下来了。这个场上确实是心理的作战。哇，平野还是不能保守、啊，太保守，全部啊、哦，这个后段的，尤其换场地之后，都是在回击，安全的回击。那香港这位选手呢，以他的弧圈球的能量呢，哦，当然非常稳健。6-6的平手，比赛回到了原点啊，现在双方就是要看谁能够先抢到第11分啊。到底谁能获胜？现在场上两位球员的一个心理素质的考验。对，这个球就是佳丽哈，这个拉球的时候呢，角度也带开，然后啊，毕竟呢，你不拼也不行哈。对，平野昭史湘啊，利用他的经验哈。哇，这个后面香港教练呢，吼、哦，蛮大声的哦。这个等下裁判呢，可能会被出示牌哦，来做警告。好球，哦，可以看出还是有经验哈、哦。平野呢逮到机会啊、哦，完全呢不是啊、哦，轻轻的，很果断的加速哈、哦。这时候呢也憋着香港的吴颖兰呢，感觉上会跟不上。8-6又拉开到2分领先。好球！反手拧，这个非常主动性的一个进攻，帮助他拉开到3分差。哦，反倒是这个日本的选手呢，是全面的放开的攻击啊。他知道要攻哦，不能打得保守哦。哇，漂亮！可以看出哈、哦，你只要没有左右打开哈、哦，吴颖兰的啊、哦、这个站在中路的这个位置呢，哦，这个进攻能力呢是有他的一套。当然，对平野昭史湘现在发球哈、哦，他就非常有利了。他毕竟发完球呢，吴颖兰是回击也没有什么攻击性了。那平野是不是能够就是按照他的心态哈、哦？可以快速的进攻，应该是右边短球。好，右边短球。哇，这个状况也可以看出哈、哦，打第一板的进攻呢，稍微弱了一点点。感觉又稍微保守一点点的回来了。可以的话，还是去拼哦，毕竟现在双方又回到1分差了。这一次的发球，来看看平野能不能够打出更有侵略性的打法。哇，这个吴颖兰，哦，这表情很稳重，哇，那很不简单哦，那么啊、小将，好，第二个发球，好，快速直球，对啊，哇，这个是他最拿手的，有经验，非常有经验，这个要冷静，就是每一球事实上就是战术，那接下来哈、哦，当然香港的吴颖兰发球呢。毕竟他没办法发出力，所谓的加转的发球，我看他这现在发球呢，抛起来都用放的哈、哦，那也可以让平野昭史湘呢有很大的直接强攻，对他可能连在场上现在10-2，哦10-8，现在是平野昭史湘，他可能跟裁判说刚刚有触网，哇，那裁判。当然，裁判为主哈，也不能说，那他一直他裁判这个应该是判定的哦，他一直要他一直要问，看起来是没有擦网，这个应该不是，他是上飘球哈，他这个球有擦网，网子应该会动哈，所以其实网子看起来是没有被触碰到的一个，对对，这样应该不会改判了，那我想。
这个，哇，哇，这个香港的教练哈。所以，因为刚刚其实在现场也有大荧幕可以同步的来重播，但是我这个判定哈，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没有，因为。应该是贴网框没有问题。以这个平野昭史江，他发的是由下往上拱出去的球啊，但是哦，像这个就碰到网子，网子有在动哈，所以事实上是可以判定是没有触网。哇，那请啊，那但香港教练也不能有这样的举动嘛，因为还是要服从裁判员哈，对对，应该服从裁判员，这毕竟裁判是公平的哈。那分数来到了10-8，十比八是平野昭史桑的两个赛末点。哦，当然，其实刚刚哦中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触网球的状况，比赛当中多少都会发生哦，但是还是要以裁判最终的判决为最后的一个判决。对对。当然，哦，吴亦男呢，当然不要受这一球的影响哈，还是回归他的战术。好，发展球，开始领球，好球，哇，还是追回一分啊，啊，非常紧张了。现在呢，当然吴亦男要怎么样再次的做短球之后的一个进攻哈，啊，当然平野昭史湘哈，啊，一般来讲应该大胆的向前哈，就是短球直接的拨弓，大家看心脏大不大了。这的确是还是害他的一个赛末点的机会。好，短球，哇，侧身稍微犹豫了，真的是哦，还是不够果决啊，不然侧开来之后的一个空档打实线的位置还蛮有机会的哦。10-10，那现在这一场五局大战的第五局打进到了第五局，考验的就是看谁能先连拿两分，好，不打到最后一刻是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一场比赛哦。当然，双方应该是，比赛很精彩之外呢，双方都很紧张。不止双方，应该满场的这个地主球迷也都很紧张哦。好，平野发短球，哇，一个插网，哦，确实是影响吴亦男的节奏。想要再拼回来，但是难度太高了。所以，哇，那现在平野又出现了一个赛末点的机会哦。还是靠平野的接发球了，应该是短球哈。那如何的在短球上呢做一些挤压哈？应该不要太保守，应该要做一个领球或者直接的进攻。好，短球摆短，哇，拿球犹豫了。哇，吴颖兰在最后的关头这一板拉球没有拉到，那也让平野昭史湘在决胜的第五局打到了第五局之后，12-10收下了这一场关键第三点的胜利。那现在也帮助日本呢在点数上是连拿了两点，反倒取得2-1的超前。
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啊！日本队呢，啊，以2-1啊点数啊赢了香港啊一点。那刚刚关键的这个第三点呢，平野早矢香啊在落后0-2连赶三局哈，那发挥的永不放弃的精神哈，拿下了重要的这个第三点哈。那回到第四点，当然是香港队压力更重了哈。那第四点呢？也是香港队李浩勤对上呢，日本主力石川佳纯，相信呢这一场球赛啊，这一场呢石川呢会越打越有信心哦，毕竟呢他前一点呢他的队友平野呢感觉上是要输掉了哈，那连赢三局哈，这个对整体的士气是很大的提升的。那我想这个比赛哈，可以从刚刚的这个比赛的过程也可以看出哈。日本队这位平野早矢香确实发挥了这种精神哈，完全感觉上已经要结束比赛了，最后还能够反败为胜。当然，来到了这一点里头，第四点现在对于日本来说有一个大力多，就是在这个石川佳纯哦，过去打李浩勤，一共打过了8次，结果这8次的结果，通通都是石川佳纯收下胜利哦。哇，8连胜啊！对战，这个除了之前的战绩呢，压倒性的赢李浩勤哦，再加上呢，这个整个士气呢是在日本队这一边哦。那石川佳纯呢，哈，这个当然对他来讲呢，一定会掌握住这个气势。石川佳纯的世界排名在第9名，那至于李浩勤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名，那两个人都是21岁哦，所以相信未来不论在亚运会甚至奥运会，双方都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对手。那但是在这个对战的过程看起来，石川佳纯是很会打李浩勤。在现在日本点数上2-1定牌的情况之下，在第四点，现在对于日本的场边的一个球迷朋友来说，看球应该心情是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对，刚刚是蛮紧张的，心脏应该都快跳出来了。考验的还是石川佳纯的这几场比赛一直以来的一个稳定度，可能是他比较大的状况。对，当他这个石川这位选手哈，当他好像落后的时候，有时候都很急躁的。掉分了哈，那这场是不是稍微稳住一点？哇，漂亮哈！这个来回的左右开弓哈，对石川来讲哈，他是一个左手哈，他在对抗当中呢，他因为直线球之外有一个对角线可以调动李浩勤的正手，那李浩勤本身哈就是侧身这一板是他的强项。但是你对到左手持拍的时候，你就要侧身就麻不叫不利了，没有那么好侧拍。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影响到整个对战的一个过程。好球，可以看出哈，虽然呢李浩勤做一个抢攻哦，但是呢他的位置就显得呢没有那么好的重板了。石川佳纯3-1现在取得领先，在稍早第二点的比赛打到了第5局，顺利的击败了江华君。好球，佳纯也是火力全开啊，这一对当然就是对正好哦，这个士气正旺的时候，当然就是攻击再攻击，你会打的呢哦，这个防守方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击的。当然石川呢刚刚提到他是左手，感觉上呢发球上已经有压住的李浩勤。哦对了，李浩勤呢要放开打哈，大致上可以做一个稍微重板一点哈，毕竟呢石川佳纯的力量不是很大。我可能也是背负的现在点数上落后，还有双方对战都是一个压力哦，对于李浩勤来说。哇，这个完全是在防守哈。石川佳纯就压着李浩勤打。对，那李浩勤哈，在进攻的火力呢非常强哈，但是这第一局打起来，好像都是没办法很好站好的位置做一个抢攻。对啦，这一板球就是
最犀利的一种打法。双方在第一局5-3，两分领先的是石川佳纯，而且轮回到他的发球。好球，这个发球呢非常快速，完全是一个突然间的一个长球哈，完全是挤到了李浩琴的哦接近身体。好，反球。不过虽然说李浩琴提前启动有点侧开，但是还是马上再重新的找到了一个击球的位置。哇，还是侧身的时候，因为他是左手哈，所以石川一打回来，你会发现哈，直线球蛮距离比较短哈，他要防止哈，是不是石川会打我的对角线，所以侧身事实上是弱了一些。就是这个李浩琴打石川比较绑手绑脚的一个原因哦。还是被吊开了，吊开了。石川在球场上感觉现在打起来很有信心哦。对，但李浩琴要突破的话，可能就是预测直线球就侧开，就一板呢哈，让石川呢不好防守。你来回多打的话呢，你可以看出哈，这个石川的这个反手的能力呢，已经展现出来。哦，这个时候想要直接把角度给带开来，但是没有顺利的打进，让石川佳纯9-4拉开到5分的领先了。还是没办法突破哈，这个来回球的对抗哈，那当然李浩琴一直想办法，也先做向他调动，但总是好像石川等在那边，又是进攻，在111-4，让石川佳纯在第一局是先旗开得胜，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回到转播的现场，第四点，石川佳纯打李浩琴，在第一局感觉就火力全开哦。双方过去8次的对战都是石川佳纯获胜，所以李浩琴打起来真的有压力。对，大概就是说李浩琴的主要的，他的得分的侧身这一板完全很难发挥哈。哦，对，这板还是对两板的进攻哈，但是总结的呢，在移动的时候呢，还是没有全部的移开哈，那这一点会影响击球的力量。中路的位置哦，想要再反手来回拉，但是是没有办法处理好。石川佳纯哦，在一开始2-1又拉开领先。
哇，最拿手的还是第二板球没有跟好，没有跟上，但这样打就有机会了。一定要这一板是李浩琴力量最大的，尽量去找到有机会侧开的球来做一个强力的进攻。那我今天这场比赛，日本可以顺利的从香港的手中拿下胜利的话，关键除了是石川佳纯之外，绝对就是平野早矢香了。对，好，白短又先抢拉，哦，这个石川佳纯想要对角线调动哦。在东京代代木的第一体育馆呢，也是挤了满满的地主的球迷啊。好球！哦，李浩琴呢，马上已经对来球的节奏掌握得不错哦。那这样的对抗就大家五五坡的了，打起来就比较有一个抗衡的能力。对，以李浩琴来讲哈，反拍照顾得到哈，正拍呢？他就是能够反拉的，对，再次的哦，左右的对抗哦，那我想，就整个气势呢，香港队又拿回来了。感觉到香港李浩琴都没关系，我也不侧身来，我跟你左右的对抗来回吧。哇，那这样打起来呢？当然石川呢，是不是应该侧身的？哦，侧开了。这一板非常快。哦，结果在第二局里头，李浩琴就打出了竞争力啊。石川佳纯哦，好像在第二局有点被反压制的感觉啊，那自己的一个处理球失误也比较多一点。好球，这个有技巧的哈，突然间呢往他的正手的长球来调动李浩琴，对，先调动他哈。在中路的位置哦，石川佳纯想要用正手来击球，可是好像在整个重心上被挤到。对，稍微被挤压，因为对方是一个领球。哦，哎，机会球，机会球，起高了之后，李浩琴也急了，5-8，第二局双方三分的差距。好球，摆得非常短哈，哦，使这个李浩琴没办法做一个正手的进攻。好球，这个就是主动的调动哈。事实上，李浩琴可以不要退后，以刚刚能够领先呢，也是左右跟他快速的对抗。哇，这时候香港队叫暂停哈。毕竟刚拉开了一个比较大幅领先的情况之下，石川佳纯是一球一球慢慢拼，又追成了7-8，双方是回到一分差。对于香港队来说，这一点是一定要拿下来了，不然比赛就要结束。就结束了。当然，这个比赛哈，就是要掌握赢球的战术了哈。当然，这个还有冷静是先手必须的哦。那怎么样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也是很重要。对于石川佳纯来说，现在当然还有一分的落后，但是他手上还有一个发球的机会，要怎么样来应用，就是一个关键。
在第二局里头，现在继续回到石川嘉全的发球。哇，这个球确实暂停当中呢，也让日本队呢想了一下哈，他可能也是可以确定的呢。李浩锦会注意右边的短球，结果呢直线反手的长球，一下子追成了平手，8-8。领球，好球，对，李浩锦就是要靠他的正拍。一定要大胆的侧身呐、啊，要有哦，他自己说呵呵动动头脑啊，那看日本的石川嘉全如何的做一些应用。哇，好球！对，李浩锦呢还是连续两板反手位呢还能够顶得住哈、哦。事实上，李浩锦这场球赛呢反手对反手也不见得打得很差了，所以。还可以跟石川的对抗。这一球是完全没有掌握到哦。那李浩勤在第二局里头稳住了阵脚，11-8，双方局数现在1-1，形成平手。东京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的女子四强，日本跟香港现在激战到了第四点。那第四点，石川嘉全跟李浩勤打完了前两局，现在形成局数上1-1的平手。虽然说过去对战是石川嘉全一面倒，但是李浩勤其实在第二局似乎也找到了可以对抗石川的种子。对，事实上哈、哦，在来回对抗当中呢，当然就是以快速的直球了哈、哦。那只要李浩勤可以看得住他自己的反手位的对抗，所以赢球的机会是蛮多的。好，反手起，啊，就这个球啊，可能自己也造成了失误哈。好，强劲的侧身，当然逮到这个机会是最好的。上也是哦，正手有点压力的感觉哦。2-2被李浩勤追成了平手。好球，对，李浩勤呢利用反拍哈、哦，先做一个拉起来，也不需要说拼命的要想要侧身啦、啊，除非自己的发好的位置哈、哦，发完之后再抢。哇，急躁了、哦，石川嘉全，真的是不能急啊！这反倒是想说，我进攻快一点结束啊。李浩勤反倒是这边打出了一波4-0，分数现在逆转超前了。哇，进攻再次的
摩擦出现问题。石川佳纯好像在这一局里头是在进攻端遇到了一点状况跟瓶颈，那其实李浩琴的球也只是稳稳的挡回来而已。对对，其实事实上李浩琴他也就是左右去回击哈，那石川呢应该是要慢慢的站稳再发力，太多想要哇，这个直接的又爬过网哈，哇，这个分数呢又差距四分。哇，石川佳纯现在又再度陷入到一个比较不利的局面了。对，可以看出哈，李浩琴呢对自己呢，哦，站在哦中间的位置呢，左右的回击很有信心的哈。当然，以石川的这种哦进攻的火力呢，不见得是很快的。那当然，哦，要打赢这个李浩琴呢，可能哦这个就是加速哈，变线的加速。还是要赶快透过自己的一个进攻端找回一点点的自信。不然在这个第三局是打得有点攻守失序了。好球，想要再反拉没有办法。在进攻啊，整个掌握度呢，李浩琴哦这一局打得不错哈，他的处理球上不能进攻，我反拍跟你对抗，但是我发球我就有机会了，哦，好，跟着反手对抗，对，哇，这个感觉占上风的打法了哈，哦，看不出来双方其实过去的一个对战是一面倒的状况。哇，石川现在3-9陷入到了6分的落后了，在接发在发球端现在也是赶快把节奏先放慢一点，稳下来啊。好球，对的，说多抢几分了哈，多抢几个球。好球，这个球就是左手持拍对右手哈。逮到一个机会呢，啊，这个叫对角线的带开。石川佳纯左手持拍的优势，要尽量的能够在这样比赛中来应用跟发挥。哇，同样的，哦，相对你要发长球，我也要挤你的这个反手位的长球。哇，这个局末点，第二个发球。就是在这个直接加压的一个状况之下抢。他本来他应该就要这种气势来压李浩琴哈，你越保守呢，你力量不足哈，反倒李浩琴打起来就比较顺了。当然，现在李浩琴还是占上风哦，毕竟还有4个局末点。好球，第7分。对。好球，嗯，又化解掉了一个局末点哦，现在慢慢的给李浩琴一点压力。事实上，石川佳纯后面 这些球的，就是他主动进攻的力量是非常强劲，这个就是感觉说哇，我这场心态上就要输了哦，跟他放开去拼，那这个也是选手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些心理状况。哦哟，追上了，剩下一分了，9-10，石川佳纯哦，刚刚是靠着李浩琴这个超网球没有打进，追成了一分差。好，香港的发球还有机会啊，应该发短球，用他的正拍侧身呐，这一板李浩琴是比较有得分的一个条件。哇，哦，裁判说赶快发球哈，不能拖延时间。哇，长球，
哦，漂亮哦！再度是用一个正反拉球抢下分数10-10。哇，这个应该是想要偷袭哈、哦，这个石川佳纯准备短球的这种接法。哇，这个局面没有偷成功，结果反而被石川给逼平了。哇，李浩晴真的四个局末点没有拿下来，很伤哦。应该香港的教练坐在后面看，有点像快吐血了。哇，机会球，这个石川也没有把握住哦。哇，所以说现在机会又做给了李浩晴，就看他有没有办法稳住阵脚了。这个发球应该不会又是正手长球的了，应该是要进攻了吧？应该发短球可以了。好，发短球抢攻，没有机会。哇，直接得分。结果石川呢想要反拍再压，没有压进，12-10，在局数上，李浩晴现在反倒是2-1取得领先。那看到石川佳纯和李浩晴马上要进入到第四局的一个正面交锋哦，双方在打完了前3局之后，李浩晴是先输一局，接下来再连赶2局，取得了局数上2-1的领先。那当然最后关头还是顶住了压力哦，原本是4个局末点都被化解掉的情况之下被逼平，但是还是顺利的第3局胜利收下来。好球，对，领先的李浩晴采用正手强攻的话，当然是最有效哈。但石川呢，哦，第四局呢，哦，在处理球的时候都是摆短哈，你摆短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进攻了，除非是发完球，对，这样这个球就比较有利了。你控短球呢，目前你落后呢，最后我想李浩晴会比较大胆的进攻。好球，李浩晴的反拍了哈，目前来讲感觉上很有自信。只要反拍可以跟石川佳纯来做抗衡，就有机会去掌握那一板侧身的正反攻击哦。好，发短球。对，这种拉球的动作哈，可以看出李浩晴的摩擦力是蛮强的。我错错拍，好球，可惜啊！好球好球，这个没有打好，因为在打到球的时候，好像球拍的边缘哈，所以球直接飞出去。李浩晴一直在抢侧的机会，对，要想办法，有机会还是侧。3-3，第四局双方平手。好球，对，这个球已经能够挤压李浩晴哈，应该是蛮多次的，哎，这个很有技巧。一般来讲哈，接发球员呢，哦，都会准备短球，
好，短球。这两个发球分呢，都是很有效率的来拿下，所以比数上现在5-3，石川佳纯又拉开到2分领先。好球，没办法，只要是被李浩勤撤开，让他的一个得分率是很高的。对对，那李浩勤也要想办法哈。逮到机会呢，就是一板一板的进攻。当然，石川也知道了，他可能有机会，可能就直接的对角线的击球了。好，先摆短，拉起来之后，可能对角线。哦，李浩勤犹豫了哈。这个如果能够稍微移动过来，就是他的机会球。而且球随这个高度，其实还蛮好来做大板的进攻的。可惜，事实上掉开了，回来呢，李浩勤还是不错的，可以来回对抗哈。那最后碰到网子出界，差了一点点啊，蛮可惜的。不过可以看到李浩勤的一个反拍的一个相持能力还是不错。好，这个球掉得好，掉得好哈。两个从接发球呢摆那么短哈，啊，落后的香港李浩勤这两个发球呢，势必要带给一些抢攻的这种战术。那日本选手，我想石川佳纯呢，可能会利用短球哦进攻了，好球，对，哦，能过反拍的时候呢，李浩勤就稍微站在中路哈中间来对抗。好球，这个完全是逮到偏长的球，石川的向前的重板，还是维持在2分的领先优势哦，石川佳纯。当然这一分李浩勤没有办法抢下来，自己也觉得不甘心啊，还是石川佳纯的两个发球的机会。好，高抛。对，我想香港李浩勤呢，这一场球赛哦，完全呢左右的进攻呢不输给石川佳纯，只要信心上增加了，那当然对石川佳纯他也知道哈，他如果有机会呢做一个拉球哈，尤其他正手拉，才能造成一些压力的，好高抛，对正手，好，这个球有点。犹豫了，太慢了，他侧身了，太慢了，哦，是要比一比头脑哦，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哦，一下子又被李浩勤8-8追成平手，那现在战局对于石川来说是有点不妙的状况哦，在局数上是对手已经挺牌了，哇，快速的反拍哈、哦。这对李浩勤来讲，做太多的回短了哈。这个摆短，最后呢，石川左右开弓，是不是可以发一个球挤石川的哈直线做一个抢攻？还是不敢？哦，对，抢攻了！哇，正拍啊，大致上会影响啊石川的这种，最起码哈会。回击的力量没有那么重，没有拉起来哦。跟这个李浩勤两个人在正手拉的对抗来说，其实石川也不见得是有占太好的上风。9-9的平手，当然现在还是回到石川的发球分呢，就来看看他要怎么去掌握。高趴，哇，发长球，这个太意外，哇，这个很敢香港。李浩勤，他原本是已经撤开要领球啊，这个完全跟他想的落差太大了。哇，那下个球他就连短球他也会有点感觉，不知道会不会发短的啦。
就看石川佳纯在发球的变化哦，10-9，现在一个赛末点。哦，短球了，哦，被拉了，哇，麻烦了。哇，结果石川佳纯这两个发球分顶住压力，而且相当清楚的一个战术应用，11-9抢下第四局，局数上双方2-2战成平手。石川佳纯和李浩琴，那双方第四点的对决哦，也是打进到了，现在要进入到决胜的第五局哦。香港跟日本这两支女子队伍的四强淘汰赛打得真的是非常激烈哦，第二、第三点、第四点通通打到第五局大战。哇，这个确实对日本的石川佳纯呢，哇，整个士气带上来哦，因为他应该知道。我只要进攻，我拿分哈，这拿到11分，我就这个球队就胜利了哈。当然，李浩琴呢，应该想办法先做一些哦调动，或者是哦直接领球，对，先领球。哦，对手顺利的弹过来啊。好球啊，好，还好，这个有点擦边哈，也让香港队呢拿回了1分。1-1，决胜的第五局。哇！对，李浩琴的反拍呢，对抗哦，今天来讲呢，哦，占有一点点优势，哦，只是在抢攻上哦，要找机会了，还是他的正手要得分呢？互相摆短。对，正拍。哇，这一次石川准备好了。这个应该说没话说了，因为基本上哈、哦，打出该有的水准哈、哦，尤其李浩琴已经侧身3板了。2-2，双方继续维持在平手。哇，非常有压迫性的一板接一板哈、哦，当然也可以看出哈、哦，这个香港的李浩琴不能再守下去了哈、哦，因为这种局面呢，进攻者哈、哦、会非常有信心的做一个连续攻击的。好，高抛发球，好，又是进攻。那结果这一板也是李浩琴又直接打出界。可以看到石川佳纯在自己的发球分抢攻的一个态度是非常积极，对对，那就是所谓的气势跟自信心的表现哈、哦。那李浩琴呢，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化解？最重要就是要先做起板啊、哦，这个起板当然你要有好的发球。好，李浩琴看能不能利用短球之后，好球哇、哦，得分了，这个哦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不过可以看到石川佳纯在这个接发也还是想要直接做进攻哦，你豁出去的再打。哇，还是被控制短球啊。那第五分由石川佳纯现在率先拿到，双方换边2分的差距啊。对于李浩琴来说，其实还是要比石川佳纯打得更主动一点。对，但是目前领先的石川佳纯呢，又轮到发球啊。哦，当然石川的发球哈、哦，自己这个非常有变化。好，要准备抢攻了，抢攻了。对对，
其实李浩群也不用太大的压力哈，毕竟其实石川的进攻哈速度一般，他只要对得上反手哦，当然就是五五坡了。好球，对，这个李浩群呢应该有准备哈，可能会一个就是一个急仓球来偷袭哦。哇，分数又来到5-5。而且刚刚两个石川的发球分都没有保下来哦，这样子的话优势又回到了李浩群的手上哦。哦，角度打开来了。哇，这个还是日本队的石川的抢攻的这种积极度哈，也够大胆。对，比这个李浩群哈比较能够有掌握。但这个比赛哈，尤其这个已经决胜级的哈，不要太依赖防守了。你一防，你都是被动，而且压力。好，闪身没有机会。哇，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李浩群呢。他整个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球摆得太低了哈。当然也可以看出石川佳纯这种控球能力哈，哇，这个展现他的这种稳定性呢。在关键的时刻，尤其已经打到了决胜第五局，就是考验这个所谓的稳定性啊。好，那要看这个发完球可能会直接的哇领球，对了，抢攻。哦，抢得很凶哦，但是李浩群这球可惜哦。真的可惜哦，这个应该讲说李浩群你拉得更重呢，我石川呢我现在目前呢状况这么好，我就是什么球我都打得过。的确哦，刚刚好几球是救得很险啊。哇，这个局面当然是日本占上风了，加上石川发球之后可能会进攻的。好，进攻。哇，这个士气基本上是压倒的哦。那日本队呢，当然你可以看出哦，石川还是有他的这种稳定哈。那接下来呢能够再追上来吗？李浩群唯一的呢就是这两发还是要进攻，还是要进攻，你防守大致上是没有机会的。如何再进攻，看李浩群的发球。哇，还是被攻哦，这个球差一点哦，结果这个石川呢也是侧身过来之后没有打进啊。这个对日本来讲应该是大失误哈，这个球就是完全送给他攻击的。三分的差距，双方6-9。太保守了，太保守了。再打开啊！事实上，第一个球啊，虽然你发的长球石川是出界的啊，你这种气势呢，以石川来讲，你可能一板两板的进攻你都会有压力，所以你要请自己打慌了。啊，这个局面就是你抢攻来拿分，看会不会啊？结果你发球你也不抢，对，不抢你一定输球。那我看这个球应该是发短球的，哦，你可以看出日本的选手呢，哦，他要直接闪身哦，哦，他哎，这个球缓下来，对，10-6，石川佳纯的四个赛末点。哇，刚刚还是发一个长球哦。这个球是用拼球的一个。侧身事实上不需要了，因为毕竟哈、哦，你发的短球呢，李浩群要回，他就压力很大了。所以我想石川佳纯这个球是避免，不需要让他攻击。哦，轻轻的发上去，我想李浩群压力就很大了。高抛，好，白短，好，进攻，应该会得分的。哦，相当有气势的一板重攻，最后李浩群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挡过来。11-7是由石川佳纯抢下了第五局，关键的第五局，在局数上3-2击败了李浩群。所以哦，在整个点数上哦，虽然是香港先抢下了第一点，但是接下来石川佳纯抢了两点，平野早矢将击败了吴颖兰，也抢下了关键的第三点。在点数上头，日本队3-1击败了香港，顺利的挺进到了隔天的这个冠军战，将在冠军战上来迎战的是强敌中国队哦。那今天也感谢朱昌勇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么精彩、这么激烈的比赛。那我是钱云婷，我们明天也会为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来送上两场精彩的一个冠军战的对决，邀请你不要错过了。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拜拜。